黑人冲第一，这是一个襁褓游戏。黑人冲第一死第一啊！黑人必须撞啊！黑人先抢得前抢先一步摸到掌，结果神杖召唤出了两个东巴，妈的一只就是长下巴，一只就是埃及女。学员 handsome， 看那个长下巴那个笑容好鸡歪，哈哈哈哈哈！看跟小火龙一样，超帅的。这个埃及女比罗拉好看多了。哎，这是他儿子哎，长下巴是那女生的儿子，真的假的？上面写的，我没有注意看，埋上这个妈妈，那是埋上，太年轻了吧，这个妈妈。哇哦，我们几个人干嘛去抢神杖就对了。哎呦，有怪物的声音呢！不错嘛，其实这个画面。咦，你会不会累格啊？不会。动一下啊！哦，这开枪可以随便乱开哦。哎，右键是滚呢。谁不动啊？这是谁啦？谁啦？哇，我去表演。走啦，我们是盗墓者，对不对啊？我们盗到了神杖，结果神杖要靠背啊！谁啦？那是什么？不要放炸弹啊！那个是人放的还是怎么样啊？欸，可以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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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白键可以爬，可以跳啊！喂，下去了啊！概念烂欸，哎，破坏神都没玩过。四个人会把画面拉得好小，好妖啊！我标准靠背，有点烂欸，快点好不好？拖时间欸，要走啊！队友补血啦，走啊！补血，你把队友救起来。我只听得懂 Let's go， 我没有时间看字幕，一堆白痴跟着我。对，按踩住吧。六四个啊！四个人。用点脑袋好不好？第一个这个不算解谜吧，这个是踩木板而已，是不会去踩哦、喔。你干嘛两个踩一个啊？这个活了一千多年，对不对？刚复苏啊，脑袋记忆力很差。踩木板啊！哎、欸，怎么瞬间移动啊？哎，烂呢、欸！画面卡住了。我怎么瞬间中盒子啊？卡在你踩木板的画面，你去其他地方好不好？这个给我踩吧！他妈，这是谁呀、啊？那法老是谁呀、啊？北七哦，法老是阴是不是啊？来照眼睛啊，法老！打他、啊！妈的，法老王发呆哦！打他、啊，法老王！丢武器呀、啊！哦，好烂哦，好北七哦！法老那个呀、啊！哎，把王死了，干好烂哦！把王死了！哎，然后我们怎么办啊？这样子我们又过不去。把王死了！全部自杀看看。哎，我按空格可以复活啊！按空格可以复活吧？按看看啊！有啊，把王复活了啊！把王到底是谁啦？是鹰是不是？好，很北七耶、欸！你赶快打好不好啦？对啦，就打他而已。按一下左键就过关了，你都不会哦？不会，哎、欸，我的画面快啊，根本看不到那个球。那你就乱按嘛，乱一通总是会中吧？按呐、啊，对啦，换边了啦，快按呐、啊，对准他啦！这快走啦！他谁没了？该你了啦，白痴罗啦，快点啦！对啦，对啦，轰爆他啦！哎呀，对啦！这个团队里面黑人最聪明，其他都是白痴。还有那个法老，有三个黑人哎、欸。那个，还有那个法老王，他妈是脑残哦！你是派大星是不是啊？派大星哦！我都开始玩了。It's guided me back here, so that I may reclaim what is mine. You are a murderer and a tyrant, Set. 我们因为碰到了神杖，所以把这个家伙让他复苏了。他原本就是个暴君，他是一个杀人魔王。是谁啊？欧西里斯哦，好像不对啊。阿努比斯吗？泰伦哦，阿努比斯啊，哦对了。
哦，看你怎么会知道啊？三十道啊，埃及怎么知道？玩了那么多游戏，我第一次看到你知道东西耶。妈的，太好笑了。他说阿努比斯可以操纵生和死，然后他可以复活怪物之类的。干妈，那个拔蜡到底谁丢的啦？已经老了，拔蜡。沙小啦，不要玩木头，不是，不要玩石头，上不去啊，这怎么上去啊？哎，为什么？靠腰啊！为什么黑人女有法杖可以用啊？怎么放啊？哎，我也有哎、欸，你们按五，这是火把。你按五，我的五是火把啦，我的五是火把，上来啊！我有神力，你没有。跟着我走，有火就是神啊，笨蛋哦！走啦，吃补血啦，拉那个啊，罗拉可以丢绳子，快点啊，不要丢拔蜡，会把我炸走啦！你北气，你勾人干嘛啦？不要勾那个雷法了，好不好？勾我，对不起、哦。上来啊，上来啊，快点呐、啊！哦，罗拉很弱了，快勾啦！这边呐、啊，耶、yeah!！按掉啊！不能按掉啊！不能按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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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可以啊！还是啊，不要跳了！哦，按上就好了，靠背啊！我不想要当个任人宰割的冒险者，好不好？我想要自己跳一下，不行吗？我有独立思想。球啊！球啊！什么球啊？上去啊！哎，怎么有这个力量啊？这法老女的力量好强，什么都可以做哎！踩她上来啦，踩她上来啊！哦，这个北七上不来、啊，你直接用拉的好了，用拉的啦，我只用拉的。你真的是法老王吗？你确定你不是奴隶假扮法老王吗？不要乱丢拔蜡，我们队友会被炸的、啊。都靠黑人来救你们的、啊，这边啊。对啦，让可以行动的人上去就好了。好啦，巴龙去死了。这干好烂哦！你们不能正常一点吗？按右键可以滚。哟，看到没？一马当先的黑人，超神！按右键可以滚啊，茵茵。钻石。地上有钻石可以上。Keep that in mind. Thank you. 你炸我捡，好不好？没有，那大家都是同样拿捡到，都是会拿到。哦，这是哎、欸，这定时的、欸，像炸弹超人一样哦、喔。钻石啊，钻石可以掉。我知道。爽哦。地雷炸到不会死吧？死掉了！哦，天哪！我们现在只有三个人的战力。爬绳索啦，还爬绳索？好了，爬了，爬。这一下，白痴啊！敢真的可以这样玩呢、欸，好有趣哦、喔！地雷炸到我们不会受伤，但就会飞走啊！好了，不要闹了，他过不去了啦，快点啊！快点，快上来啊！啊，上来！好像叫哦，这什么声音啊？嘟嘟嘟嘟嘟的，没炸到。哈哈哈哈哈哈！哎，这游戏好鸡巴哟，这游戏好鸡巴呀！快点啊，这样子你会玩不完好不好？我在加剧啊！踩绳子啦！我们能不能帮他过来啊？好像不行，他在那边等。黑人觉得疑惑，黑人在玩火了。你就往前跳而已，有这么困难哦？就走到底，走到底，然后往前跳就好了啊！快点啊！哦，一开始还觉得很有趣，妈的，不要越拖时间，我们开始没有耐心了。上去。往前跳啊！对啊，对啦，哦，天哪，妈的，很烂哎、欸！
来，干黑人进化失败。黑人觉得疑惑，为什么没有炸下去啊？干。傻小啊！哎、欸，为什么人死了？这是要打掉吗？枪、欸，会死啊！吸进去会死掉啦。那我们怎么过啊？那都是吸啊。哦，要用打的啦，靠背啊，北七哦，北七，你们按那个滑鼠滚轮有没有？看自己血格下面可以换武器，谢不得，我要救法老。我们的能力不一样，我们是放那个一条直线的雷射要求。哦，我也有绳子可以拉，好不好？不是只有罗拉而已啦，法老都是。那你要不干？等一下，我的送。他说，哎、欸，真的，道具可以影响你的角色。炸一下，把那个炸掉！谁理你们啊？北七哦，黑人要冲前面拿钱的了。好，你冲，你冲！哦，炸！哎，那边有，那边有宝石，那边有宝石啊！中间有宝石啊！对了 ，money！ 呜！再给他炸掉吧！自己炸自己好痛哦！哎，自己炸自己会掉血。对啊。宝石我来了，靠腰啊，我要被炸死了。哟，踩那个、啊，对吗？踩啊，那可以炸吧，还是怎样？好，那边要那个法老来，法老后，走啊。还要我啦？你快点啊，要死在一些烂陷阱呢、欸。骨头收集了，上去啊。启动你的能量啊！这怎么上去啊？哎、欸，不行吧？这不是这个吧？哇！我们是要过门才对吧？只是收集东西吧？这里啦。啊？怎么过啊？啊！哦，我看到绳索的啦。哦，很糟哎、欸！糟哎、欸！不要再炸了啦，过不去了啦。爽吗？不活一下啦？为什么有人的拔蜡会一直转？掉下去，你的尸体在下面，不能不救、啊。哦，让黑人来救你们。炸死了！我绝对不会放开的，不用担心啊！我说真的啦，我才不像小火龙哎、欸！我趁这个时候要帮自己洗白，洗白自己的名誉。你回来吗？太过了，来啊！而且很奇怪的是，那个陷阱在那边射，对不对？很北气的陷阱，然后还是一直有人被射到。你们玩冒险游戏很差哎、欸！哎、欸，这很难操控哎、欸！屁嘞、欸，超简单的好不好？跳特技啊，跳特技啊！哟 ！OK, now does everyone else see that giant thing there? It is Amit. She devours the souls of those judged unworthy, and that is her cursed mark on your hands. 哟，好恶哦、喔，这是鳄鱼哎、欸！鳄鱼为什么长毛啊？那是毛吗？屁嘞！等下他咬你的时候就不可爱了。啊、法老死了，北七，啊靠！被我掉下去了啦，我掉下去了。什么？哎、欸，我们技术很差哎、欸，超烂的，都灭团了。对啊。炸伤小了。我要送你礼物。哇，这边怎么这么那个啊？哎、欸，这干嘛都死了、啊？哎、欸，可以滚吧？为什么这边这么那个啊？对啊，超重的，久啊！啊？直接过去了？没有，直接过去会复活吧？靠腰！没有，他自己复活的次数有次数，确实。狙击关枪哎，这可以炸吗？这怎么上去啊？有装备哎、欸，这边有装备、欸，你有看到吗？有啊，他自己过来。你可以哦，你可以推球，对，去点火一下，把那个球推上来啊，去点火把啦，哪里点火把？这边可以点啊，这里啊，点啊，没有那个球要推上来啦，先等他推，有两颗球要推，对，这边啊，这边啊，小火龙，北青友。这个游戏的地图超简单的，好不好？你要非要在那边自己去送死，推回来啊！阿伟，我掉下去了。
那阿现在怎么办？九哎，阿九哎，感谢你嘞，哎，感谢你哎，上帝发了第二颗球给我们，我们没有第三颗球了，上帝只有两颗球，妈的，干快点呐、啊！赶快把上帝的蛋蛋推进来啦！鸡掰耶！不要再玩地，我觉得这个游戏哦，应该有个选项说队友不能放拔蜡，这拔蜡太鸡巴了。我们等下一关再要阴阴呢。好笑！哎，有宝石，我要去捡。枪！哟！捡到大枪了，装备，装备一下，装备一下。可以拿冲锋枪三小。啊，我们是贪婪的盗墓者，好不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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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人要生气了。你就这么想要捡钱哦、喔？你就这么想捡钱哦、喔？开玩笑，我掉下去了。北七，你不要一直死好不好？没命了。这有命有、啊、命的限制吗？我知道有啊。哎、欸，你剩零了嘞。你很烂欸，你剩零的，我有看到，我还有两条命。等一下你死了，你要不要在那边哭？要叫我们重来，叫我们重来。对，还是可以救我、啊。好多道具哦，是什么？哦，有两个宝石欸。我靠腰，我在这边装备的时候，怎么又有人断线了、啊哦？为什么我每次捡到装备，然后 Enter 就断线了？我没有，我就直接游戏关掉了。看你们两，哎、欸，你们两个电脑真的很烂的、欸，不是我在讲、欸、一直断线，一直断线，断什么？赶快过来啦！阿密特在前面的啦。子弹无限的吗？你怎么一直打、啊？有魔力啊，这是看魔力的。可以补吗？啊，不行。啊？可以啊，他从地上掉下。你看。一个法老女，拿着散弹枪、冲锋枪，我打不到上面呢、欸。哎、欸，可以啊。这什么？他攻击的时候，人会停下来顿一步，就是他一定会有的那种射击惩罚，没有办法的。手都变慢。蓝色的盒子好像就是那个。那个魔力对不对？ We might just make it. 看来我们刚好过了这关，我们成功了，走啦！让罗拉来跟你走吗？来啦，上去啊！这可以上吗？我上去跳啊！你看你都已经到边边了，不要掉下去好不好？按空白键。拉我一下，他来这边。哦哦，他射我，射你，我要爬墙。哦干，你怎么都懂啊？我专业的啊。啊，这个嘞，这个宝啊，这个宝。我在地下混了很久啊。你是地理著名矮人吗？埃及女神都是住地理的。在地下住一些年。Quickly， 跳上来啊！跳不上来、啊，拉我一下！干、欸，这么低调拉哦、喔！啊，你不是有神杖？你不能让神杖自己把你嘟上来之类的。这么低的话，我帮你送上去。上来啦 ，Money！ 这是合作游戏。有些关卡要拉队友，在那边嘟队友，推队友一把。来，可以打我了。啊！让我们两个自己面对吧。哦，靠腰啊！跑步，他没血量。靠腰，靠背，好，好酷啦！哦，在干嘛？是吗？右键就自己滑过来了啦。有啦，我有按呐、啊，不过我头好像太大，卡在那个尖刺底下。怎么办呢、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要捡宝。你再不快点，我跑不动啊！靠腰我，我跳了不是吗？嘎到脚了！哇、啊！哎、欸，我要捡宝！捡屁哟、哦！快点呐、啊！这什么啊？怎么有个东西可以按啊？不要理你了，上面有子弹呢、欸！
哎、欸、靠，根本没时间捡嘛，这个每次到这边都会顿灯啊，这个是游戏的问题，这真的不是我们问题吧？哎、欸，看上面可以走，我就要选下面，靠背啊！走啊！不要管什么埃及女了，啊啊啊！死了！耶！罗拉这几个带着财宝逃跑喽！快点用你的圈圈啊，你北七哦！啊、哦！我不先自己走、哦。哈哈，高！哎，你不要这么消极好不好？不要那么消极。我刚讲说我自己可以跑，你靠呗。这个怎么会这样？希望可以复活上去。看我的队友好干脆就自杀了，直接过关了。你只要懂得游戏机制就可以轻松过关，太棒了！我会回到这个国度统治这边，你不能阻止我的。你可以试看看来阻止我。Set's magic has blocked the way into the temple. We will not be able to stop him unless we can find a way back inside. 我们一定要找到路进去才能阻止他。我们需要欧西里斯。哎，这游戏右键比走路还快。有吗？不能一直滚吧？Do not give in to despair, my son. Osiris, we will restore your throne, but we need your divine help.Guide us. 我们需要欧西里斯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他的力量。哟，他被腐化了吧？哎、欸、，BOSS 哎、欸，靠腰这个 BOSS， 哇呼！我都没有，这个可以，等一下，那可以跑吧？然后可以利用地形打爆他哦。好啊。哇，这 boss 好简单啊！耶、yeah ！欧西里斯的碎片，哦，是宝哎、欸，紫装哎、欸。好久没画面。啊，你也当了。Quickly, place what we find upon the shrine, and we can begin to restore his power.One step closer to my father's murderer. That piece fell right into our laps. I don't expect. 我们要收集所有欧西里斯的碎片，我们才能解决安努比斯。我们刚刚是拿到了胸部的部分。Yes, with that last fragment in place, his statues can offer us guidance.